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 get easier。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 Annie。OK， 今晚上我们的节目非常特别，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嘉宾啊，他就是RTM 的主播肖慧芳，肖慧芳姐姐今天就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好，今天他会来到我们这现场呢，主要是我们要跟他探讨一个女人应该如何学习更爱自己这一个主题。好，那么肖慧芳女士，这个肖慧芳姐姐呢，她就是我们常常在 TV2 看到的新闻主播。那当然现在因为癌症过后嘛，然后她就在现在就在 IFM 这里，就是报中文新闻还有客家新闻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邀请她跟我们讲一些她的这一段路走来的经历和她的故事。好，让我们现在一起欢迎肖慧芳姐姐。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慧芳。那首先我们来聊一下慧芳姐，现在你的生活是？现在就跟正常人没有两样了。毕竟从当初被确诊患癌到治疗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年了。就进入了很顺利的度过了前面第一个五年。然后进入第二个五年，所以就很开心，每天很开心的过日子，就每天都是赚到的，每天都是赚到，所以就对，比平常人更开心，其实更积极，其实我们以前都在新闻上都在都在荧幕上看到你的，然后那时候我很想做媒体这一行业，不过我们的中文不是很标准，所以就很不敢的去应征这一个方面。那我觉得你们都好专业哦，所以今天你来到现场，我是有点压力的，有点紧张，因为要访问一个很专业的主播，当然我只是半桶水的主持人。其实。我并不是主播啦，就是因为我是最后一代的播报员。但我之后呢就进来就是全方位的主播。但我还算是播报员。那我其实也是半途出家的。我也不是念媒体的。也不是念大众传播的。也不是念新闻的。但是因为他招人的时候招聘是要兼职的播报员。所以我也是抱着那种可能像你当初这样有对那种媒体业有那么憧憬。这么巧他招人就写信去试试看。就这样。但是之前还是之后呢，进去之后就开始了一直不断的学习，尤其是在像你讲的语音语调就担心自己不标准，因为是半路出家的嘛。所以就开始从那边开始呢就不断的学习，到现在还是一直在学。
对，我是三个我的朋友啊同事在想，我说当有一天你看见我从这个播报新闻这个媒体工作里头退下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已经做到零失误。嗯哼，不是因为我很厉害，零失误啊，就是你每次做到，你看你现场直播的时候，我如果能够做到完全没有失误 perfect 的时候呢，就是我该退下来，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我功德圆满。可是我还不能退，因为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零失误的境界，我还是有很多的状况。我会紧张的时候，我们说话就会卡，应该是不可以有的啊。但是这个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的，然后你会听有些前辈说，他说不单单是吃螺丝咔咔咔咔，然后有时候是被口水噎到了，我们说啃到噎一下也有的，或者是可能那个直播室里头有什么小昆虫在飞来飞去的时候，以前的前辈说还会苍蝇可能呢蚊子也跑进嘴巴里面，也可能的，或者是你的喉咙不舒服啊，可能有痰啊什么，他一下子往上冲的时候就你个气换不过来，他就会有很多这种状况。然后更糟糕的时候，有时候是那个字很简单的，可是你会念错。很多这样的没有想到的状况。对。那你刚刚入行这个播报员这个行业，他是在 TV2。对，开始的时候就在电视新闻，就在 TV2。一开始就在 TV2 吗？对，哇，非常棒哦，国营电视台。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平台，也没有网上的这种直播新闻都没有，就除了是 TV2 之外呢，那个时候NTV 吧 ，NTV 已经开始了啊，对 ，NTV Seven 已经开播了，就两个，就一个国营的，一个私立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两个平台上，也没有很多选择。然后现在就那个网络的发达之后呢，就很多的平台。对，就是因为有了网络，我们才敢轻资产嘛。对，那不知道慧芳姐可不可以现场来跟我们讲几句客家话，像你平时在播报新闻那样，来观众们想不想听？你们有什么要问啊，或者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写在这下面的 comment。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们帮我们把这个视频 share 出去，让更加多人看到。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课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听完这个课题，你会影响更多人，会协助到更加多的女性。Hello， 各位观众，我是小飞凤，我客家人啊，非洲客啊，你要是非洲客冇啊？欢迎你收听哈，在 IFM 89.3，每日热阿敏善咧10:05，对于客家市民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客家市民啦，多多指教。侬唔得，汤面怕，不会听。我就是呼吁我们的观众们，就多多去收听我们 IFM 的客家话新闻，就在每天晚上10:05。明天晚上10:05到10:10，就5分钟的。我们其实从8点开始，就是每一个小时都有一节的华语还有方言新闻，就8:05是粤语。然后9:05呢是福建话新闻，10:05呢就客家话，然后11:05呢就是广东话，就每一天都有的，几十年下来都还有，就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不习惯收听这个台，可能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个方言的新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IFM 就是以前的那个第五台。第五台，对，在以前呢，第五台以前叫翡翠。翡翠广播嘛，对，翡翠广播就没有听过，因为我小时候太年轻，不要自己讲，太年轻，我妈妈就一直开第五台啊，就一直有听到客家话，那我就讲我听不明白，但是他讲他会听啊，这样他会听就算了吧，对，其实我觉得客家话蛮有深度一下的，客家话就是它保留了像粤语那样，它保留了很多古音，然后它因为以前是从中原那边来，所以它跟华语会比较接近，发音比较接近，就是难的可能就在声调吧，但是听明白是很容易的，但你说的时候可能没有练习那个声调，就没有掌握得很好，那要讲很标准的客家话应该很难啊。其实我们来到我这一代也不算很正宗，就我们受这个华语影响很多，就有些词汇太久没有跟老人家说，我们也忘了，本来方言应该这么说，跟华语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时常是用
翻译，用中文翻译去客家话，所以已经不是很地道，也不是很正宗了，我觉得还是要很多多多学习，尤其要把握机会跟老人家多多沟通，因为他们讲的话里面是包含了生活上的很多智慧在里面，所以以前的人都没上学啊，像我们祖母之前，甚至我母亲那一代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所以他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是一代一代口传，所以他们就把它记起来，不识字啊，没念过书的话，对啊，所以就一代一代就这样口传口传，所以他们在口传不止厨艺很好，会缝衣服，什么都会做，客家女人什么都会做，里面也做，外面也做，然后还会看天气，就是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从冬至的天气看云啊，看什么就知道清明接下来一百天，而清明又看，看就知道接下来是多雨啊还是干旱，都会知道这个都是通过这样一代一代口传，所以我也很佩服，就短短的两句话里面呢，就包含了天文、地理，可能什么智慧都在里面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客家话它没有这个文字，其实它有，它有吗？可是很多古字可能现在都不用，它其实有文字的，有文字。我们有一本是有客家词典的，但是客家词典它标音呢就是以那个梅县话做标准，它是有词典的，它有很多古字在里面，那古字现在可能普通话里面都没有收入了，对对。那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是客家人，我就觉得这一个文化应该传承下去啦，对对。最简单的就是像我们吃的东西啊，那个粉红色那个糕点我们叫喜板，喜板，喜板啊，就是粉红色那个圆圆的那个糕，它就安菇是有那个龟的形状的，它就是一个就平平滑滑圆圆的一个粉红色的，传统是粉红色，我们叫喜板，就喜板，客家人叫喜板，如果是它是黑色那个呢，就是用一种粗叶，我们叫粗叶板，如果它里面是放那个白萝卜馅料的呢，白色那个皮的呢，就叫做萝卜板，所以它那个板字呢是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米字，一个反，反正的反哈，一个反正的反，对，这个字呢普通话里面那个华语的词典都不收入了，就这个客家人的食物，然后这个板呢通常是用米浆磨成做的糕点就叫板，像面呢就是用小麦磨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还是很普遍的可以吃到面，所以面呢你看这个字它是用小麦做成的就叫面，如果是用米磨成米浆做的呢就叫板，可是面这个字还留在华语里面，是板呢就没有了，没有收录在词典里面了，所以它就像古字吧，古字。这样吃饭叫什么我的客家话呢，我们惠州话就讲吃饭，吃饭，当然也有一些别的籍贯的客家人，他们叫吃饭也有的，吃饭，我只会两个字，吃饭也有，好吃，好吃，每次人家问好吃嘛，我就好吃，好吃，我只会讲好吃，客家菜好吃，好吃，擂菜，擂菜，外啊擂茶，擂茶，哦擂茶，对，外菜，羊条糊，拍站街，酸盘子，炸猪牛，猪脚酸，黄椒干。猪脚，这个猪脚醋都是客家菜来的，它煮法可能不一样，跟福建人可能不得是有的我们叫猪脚酸呢，我们没有叫猪脚醋，我们叫猪脚酸啊，黄酒鸡啊，自己酿酒啦，酿黄酒鸡，对对对，哈，这些我都有吃，原来是客家菜来的，对对，很多客家菜，好了，那 OK， 我们就聊一下，来我看一下线上粉丝有什么东西。哇、wow, 他讲你的客家话好厉害哦然后吉祥你的好朋友他也在了，你好吉祥在线上，吉祥说很不错的访谈真情表达OK NHE Hi NHE 是一位讲摩托摆的女性我要邀请她上节目，很帅，我每次看到会骑机车的女性我都觉得她们超帅的超帅的，所以 NH 等你啊你把摩托拜搬过来他说他摩托拜很大，他说没有关系我想办法拍然后还有谁在线上，林蜜凤，蜜凤你好都是长期的观众吗，观众都有还有寇乙有在吗，寇乙我的赞助商有在吗我的造型赞助
空姨OK， 太难得了，虽然是通过空中啊，但是这么多人在外面跟我们一起，真的很难得，他可以互动，我们可以跟他们互动了。对对对。OK， 那我们来聊一下，关于你这个八年前的事情。哦，这个就是这个乳癌哈，其实你是如何发现？其实发现也是有一点偶然呐、啊。但是还好，就之前我主持过这个访谈的节目，在 TV2 的时候、就访问过这个乳癌患者，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对乳癌基本的认识，然后也看过，他们也很好，他们也让我看那个，那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就切除过后是什么样子，那他也很好，那位女士她就让我去看，我去厕所里面，她让我看她手术过后那个疤痕、像我以前就觉得就切除乳房可能就变得像男人一样平平的啊、胸前，可是我没想到是连乳头都切除的啊，所以我从那次访谈之中我就才发觉，哦，原来切除乳房是不是变得像男人，这是连乳头都没有了的啊，所以那时候我就除了是这个让我有点震撼之外呢，就我没想到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留下了两句话，就说及早诊断，都及早治疗可以挽救性命。所以这个最早的时间你发觉了，你要马上去检查。如果诊断出来是的话呢，你要去医。以前他们那个就是乳癌协会他们那个 slogan 呢，就只专注在及早发现，挽救生命。但是后来他们就发觉到说，很多人他虽然确诊了之后，可是他会寻求很多另类的方法，又或者是他们不能够接受自己患癌患病，不愿意接受治疗，所以这边呢，你诊断了之后你不去治疗，也挽救不了你的生命。所以他们后来就加多一句，及早发现，及早诊断，才能够挽救生命，所以很重要。很多人就是不知不觉的那个没办法，如果你已经知道了确诊了是的话，你不去治疗，那个更可惜，很可惜，所以现在比较完整，就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才能够挽救生命。所以我之前我访问之后呢，就很多年下来之后我也忘了很多内容，但这几句话我记得，所以就那个时候会发觉是因为我生孩子之后呢，我都给我的孩子哺乳，就吃人奶的，然后到老三的时候呢，就每一回我们哺乳的妈妈时常都会摸自己乳房左边右边那喂奶一边，就在她断奶过后不久吧，就偶尔就摸到这个胸部啊，有一个小硬块，就小小的，好像有一颗种子在里面这样子。到开始的时候也没太在意了。就时间长了下来，就两个月、三个月、几个月之后呢，还在，那个东西还在。所以有时候抱孩子，他头枕在这边，然后好像有东西压着，很不舒服。那后来就找一天比较有空的时候就去检查。然后检查的时候之前呢，还跟同事开玩笑说：“哎呀，搞不好是乳癌。”怎么知道，就像广东人说的真坏好种啊。果然后来就去诊断之后，那个做那个 ultrasound 的时候，那医生就说：“哎呀，你左边你自己摸到这个哈，有一点形状不太漂亮，形状不太漂亮，就担心它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然后右边的乳房呢，其实我们用手摸不到，没摸到什么东西。可是那个 ultrasound 一检查呢，其实也有一些小硬块，所以就马上呢，就医生就建议说你做一个biopsy， 就是抽取那个活体细胞送去化验，然后说好啊好啊，就快快知道就买一个安心也是挺好，就马上就做抽取那个样本，然后就后来可能一两个星期过后我就报告出来了，结果就是乳癌，两边都是。右边那边一开始医生说这个形状很漂亮，像一个鸡蛋这样子，应该是良性的。他说根据他们的经验，那种不规律形状的呢，通常都不会是好东西。可是那种形状很漂亮的，像鸡蛋这样圆圆的呢，通常是良性的。但是很不幸的出来报告两边都是乳癌。就这样子开始了。所以突然间好像一夜之间生命好像不一样了，不一样。
所以一般上，但是那个时间点，就是我拿报告那个时间点，我记得就是刚好是一个公共假期前夕，就拿到报告之后呢，就还不能去见那个外科医生，因为你有这个瘤通常都要做切除手术的，那医生都会建议你去见外科医生，跟他聊聊要怎么样治疗啊，要什么时候要做手术之类的，所以中间就有几天的时间是假期还见不到外科医生，所以比较难熬的是那几天。见医生之前自己会想很多，可是那个报告，其实那个报告很多那种医学那种专业的用语，其实我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像他那个癌症啊，他写 carcinoma 这个字，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所以在那几天，我就去翻查词典啊，上网啊，这什么意思？就一直翻查翻查翻查，但有些看得懂，有些看不懂。那几天你会不会有一种心情，就想要睡醒过后发现这一个原来是一个噩梦而已？就没有，我还没有，因为我之前都跟同事开玩笑嘛，说可能会是乳癌，所以你说我完全没心理准备吗？其实不是的，我有，我有想过最坏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我没有，我比较幸运，就是我跳过了那个拒绝接受事实这一段，就我就接受了，就报告都出来了，说是，然后接下来就是想，比较担心是不会看报告，不晓得他第几期，因为他报告里头有一个什么 grade 3的东西，那时候就以为说是不是第三期啊，还是什么，就有点担心，所以就怕说我生命还剩下多少时间，是不是生命要进入倒数了啊，比较担心是这个，我说孩子还很小啊，那时候最小的才1岁半，就孩子很小，最大的也就6、7岁这样子，所以比较担心说啊，会不会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啊，但是不敢跟家人说，就拿了报告就自己看着办，这种胡思乱想的东西不敢跟家人说，就静静的就排期等着见医生就好。可是在家里呢，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想起啊，看着孩子也会掉泪，也会怕，因为那时候就是怕，怕说啊，剩下3个月啊，6个月啊，那怎么办，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就熬过这几天呢，熬过这几天就见医生，而医生也很好，他就看到啊，他说医生很乐观，他说你应该觉得很庆幸你得的是乳癌，不是其他的癌症，因为乳癌它是可以早期发现的。他说根据他的经验呢，我这个硬块这个肿瘤哦，就只有小过2公分。他说通常这个 size 呢就是初期的，可能第一期、第二期。因为他说如果超过2公分呢，到5公分之间可能第三期。那种超过很小，很小，很小，1、2公分很小，所以说这个 size 呢应该是初期，他说应该就初期，但是最准确的呢，还是你要做了手术切除过后送去化验才是很准确判定你是第几期，但是他说哎，你很幸运啦，也算是你得的是乳癌，不是其他的癌症，患者是其他的像肺癌啊，什么肝癌，就早期没有症状，等发现有症状的时候都是很晚期，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幸运的就是乳癌它的那个它可以医治，然后存活率都挺高，就 survival rate 是挺高的，他说10个病人里面呢，其实9个都能医，早期的那个不能医的呢，是因为他拒绝去接受治疗，是这样而已，他说早期初期的10个9个都能医的，只有一个放弃的，或者他不愿意接受治疗的那就没办法，然后他听了说安心了，医生没有判死刑，我就安心了，所以就医生很好，就马上就看了报告他就说 OK 好，你的选择呢，你回去要做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想你两边同时都有乳癌，左边呢他觉得你没有选择一定要切除，因为他的瘤呢不止一个，大的摸到的是大的，但是你摸不到的还有很多小小个的，所以这个范围也挺大，所以说他说这个我不给你选择，你一定要切除，因为那个小的它很快它也会长大，右边的呢他说只有一个这个你要保留也可以，你要切除也可以，你回去做决定那个你可以选择，一边可以选择一边不能选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时候要进医院做手术你回去决定，他给我的，他让我回去想考虑的事情就主要这两个，然后呢要不要做化疗呢，他说等你切除手术完成过后呢，他送去化验看第几期，如果是第一期就表示说你的癌细胞还在乳房里面，它没有扩散出去，那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做化疗还是不做化疗，
如果第二期就癌细胞已经从乳房跑出去了，可能到了你腋下淋巴还是哪里的，那第二期他就说你不能选择，如果是第二期跑出去呢，我建议你做。所以他说那个化疗你就迟一些，手术过后你再决定，或者是看情况，不是决定，看你的报告出来怎么样。所以回去主要考虑呢就两点，一要两边切除还是切除一边，第二什么时候要进院。他说你就想好了，决定好了，安排好了，你就给我联络我，就可以安排进院这个了。那时候身体会有产生怎么样的状况？我觉得完全没有感觉。你可能是很幸运，就是做治疗之前没有任何的痛楚，我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没有痛，但是比较危险就是因为没有痛，不痛不痒，所以那个瘤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摸到，不是因为自己去检查，你可能就忽略它了，因为它不痛也不痒，这幸运的就是也没不痛不痒，没有辛苦，但是危险的地方也是在不痛不痒，就你可能会忽略，就是所有那种不舒服都是从治疗开始，手术过后就一连串的副作用啊，还有才开始，对，那会不会有一些人就觉得不痛不痒也不会去治疗？我觉得会啊，就是你就等嘛，所以我没有等很久，我可能就等了三几个月，我就去就真的有空了，我就去检查一下，买一个安心，但是我想如果你就不了了之就算了吧，就不理他，我想可能一年两年，因为他医生的说法是他从癌细胞的初期是你要他分裂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他长到某一个那个 size 之后呢，体积之后呢，他就是那种倍增的速度会很快，所以说长成这个一两公分可能其实用了一两年时间你也不知道，有可能，但是它初期速度是很慢的，可是它累积到某一个体积它那个倍增的速度是分裂的非常非常快，就这个，所以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成功率就越高，所以后期的呢第三期或者是第四期不是说你一定会死，可是它扩散的范围太广就比较麻烦，是这样的意思。医生说哪怕第四期也好，不是表示你一定会死，但是他是如果扩散到全身都是的时候呢，你要治疗比较困难，可能他弃了其他的器官，可能他不晓得到，如果全身都是就很麻烦，所以就是争取及早发现，早期治疗就简单很多。那么一个女性应该多久做一次身体检查？其实是平时自己做检查的话呢，就每个月都可以做，就月经过后你选一天啊，你选一天，可能是月经过后的你就固定那一天，月经过后的第十天你做，你就每个月就那一天做，就你自己手，你可以躺着或者是你可以站着你都可以，就是自己乳房顺时钟也可以，逆时钟也可以，就是用这个指腹这样子慢慢压下去，去感觉里面有没有硬块呀，还是小点，但是我们要传达的讯息就是说叫你检查乳房不是为了要你去发掘肿块肿瘤那种硬块，而是说你要熟悉你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平时是这个样子的，当有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所以有很多女性她很排斥要去做检查，说万一检查到我有硬块怎么办，我很怕呀，我就不愿去面对，但是我说不是叫你检查，不是叫你找肿瘤，而是说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平时你的乳房的柔软度是怎么样的，你要感受自己乳房什么那个乳头什么颜色，你要知道，然后那个乳晕什么颜色你要知道，如果来到月经前后它那个有时候比较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感觉你要知道，所以平时是这样的叫正常，如果跟平时不太一样就叫做有一点不太正常，你就要去检查，不是说叫你去找这个肿瘤找硬块，不是的，其实是鼓励我们多认识我们自己身体，像平时我们梳头啊每天洗刷过后啊我们都只照到脸顾那张脸，给他擦很多东西保养很多，但我们就建议说多下一点，下到你的胸部，那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胸部不要只看那张脸，这边的健康胸部的健康也很重要，乳房健康也很重要，所以
有在线上的观众，如果你是男的，你就帮你的太太检查。哎呦，有真的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先生发觉太太的胸部有一些硬块，然后就叫妻子去检查。有，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先生发现的，有真的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这个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就是你了解，可能你先生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也说不定，这个都是有这样的案例，真的有。那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呢，就定时去自己做检查。对对对，就多了解自己身体啦，到处都摸一下看一下，仔细欣赏，你站在这个欣赏的角度，我身体是这样的，你要喜欢你自己身体，不管是肥是瘦，最重要就是东西是原装的最重要， original 的最重要。对，好，我们来看，OK， Chloe， Chloe 终于到了，要做检查哦。对对对，检查呢就看吧，就是年轻的通常都是自己先做检查。如果你说 mammogram 那种，就是给40岁以上的妇女，她才会帮你做这个 mammogram。但是如果你有家族病史的话呢，当然你可以要求40岁之前也可以做。但40岁之前通常做的话都是做那个超声波 ultrasound。就这样，有关系到有关系，因为他有，如果你是有家族，就家里面有成员是有这个得过这个乳癌，你的风险会比别人可能稍微高一点，所以如果你要求30多岁，你觉得要求要做，医生他会让你先做那个超声波 ultrasound， 这个 mammogram 呢，通常是40以上才会做，有这个分别。那么在你治疗癌症这一个路上你有买保险吗？我有保险，我有保险，但是我不是用医药卡，就是买保单，所以那个就治疗的费用啊，那个我都不用担心，都有准备，所以没有买保险的都要买保险，保险也的确是一个，只是那个保单里面呢，就是女性朋友可能你要多留意一下，或者是咨询你的你的代理，你的保险代理，去看一下有没有，它有没有包含，如果你得了这个乳癌，如果你去做，需要切除，你要做重建，这个重建的费用呢，是不是也在你的保单里面？重建的意思是？就说像有些人切除了这个乳房之后，他可以马上重建回去。有些人像我呢，我就没有选择重建，就我就没有乳房，一侧没有乳房，但是如果你选择重建的话，那边它又另外一笔的医疗费用了，所以这一笔医疗费用呢，是否你的保单是它涵盖的，能不能索赔，这个你要去，还是它索赔可能不是百分百，可能它只让你索赔多少你要去问清楚，这一点我觉得女性朋友，以前我也忽略了这一点，我也去没去留意，后来是生病了之后才去研究，有没有这个，但是因为我没有做这个步骤，我没有做重建，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医疗的费用，所以我没有去看它，这个应该去了解，我觉得，重建的费用应该也蛮，重建看你在哪做吧，如果你去私立的医院就没有一个标准了吧，如果你是公家的医院呢，就当然政府医院就比较能够负担，如果是你去私立的医院，医生有名跟新的医生还是什么，那个差别收费差别会很大，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没做这个，那么这一路上走来应该很不简单。其实我觉得来分享这个课题，我觉得我的故事平平无奇，因为我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个身体上没有很大的痛楚，只是说从治疗过后呢，手术过后就身体它怎么样都是有损伤嘛，那个元气也伤啊，然后你停掉了工作，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接受治疗，所以你要适应要调整是这一方面比较多，就所有的东西要调整啊，你人生不同是从你手术过后开始，就你回不去了，以前那个你已经回不去了，你手术过后你要复原，因为这个乳癌像我们做了手术之后，它也有幸运的地方，就是它是在外面的，就是不是在那个身体里面，它比较外面的切除，
应该恢复的速度会比较快、嗯、但是因为我的是第二期，它腋下那边淋巴结它也会切除一些送去化验、嗯所以这个腋下呢手术过后基本上是刚做完手术的时候是抬不起来的、嗯、所以我们穿衣服有问题的，刚刚做完手术、嗯、因为不能抬手它有缝针有针口、哦、所以它会很紧，初期是抬不起来、嗯、所以我们会需要做一些复健的运动，像简单的啦，拿那个那个 soft ball 啊，那个暖的、嗯、那个你压压压训练你的肌肉啊、嗯、然后爬墙啦，就是你手压在墙上这样子一寸一寸的慢慢往上爬，让它增加它的灵活性啦、啊嗯、或者是这个梳头的动作也是我们这个复健的动作，就你梳头的时候这样子、嗯、因为它是紧紧的、嗯、它那个线呢、啊、它缝针的时候会很紧的、嗯、然后慢慢伤口愈合了之后呢，你就开始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比较多一点、嗯，但伤口没好之前就没有什么，就是很小的动作，这种梳头啊，嗯啊，小小的复健的运动你是要做的、嗯，所以要完全把手伸直是要一段时间，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嗯，然后几个月过后呢，那个腋下那个麻痹的感觉，它会跟随你很久，可能几年，啊，这都是一些后遗症，嗯，你要去适应，你要去接受，就从手术开始，心理上的建设就是。你不能要求回到跟生病以前手术以前那样子、嗯、它会有不一样，你要重新再来一次、嗯嗯、但是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行动上我们是可以自理的、嗯、我们脑袋这边没有受影响了，就是 这局部的一点点、可以走，脚没问题，手掌也没问题、嗯、就是抬手啊这个方面有一点影响、嗯嗯、那觉得肖老师蛮正面的，蛮正能量的、嗯、这个也是别人这么说我才发觉其实我也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人、嗯、以前我不觉得就我住院我做手术住院的期间呢还有一点搞笑的成分，我觉得就我住院五天、嗯、这五天里面呢我觉得我是很愉快的，我住院的经验是很愉快的，因为住院之前哦，像我那个报告确诊报告出来之后到我进院做手术就一个月的时间，从拿到报告接受自己患癌到安排停了工作安排交接然后安排孩子你去做治疗期间要谁帮你看啊什么什么、嗯、很多事情要处理，就一个月里面要处理完、嗯、就去接受治疗了、嗯、我就接受治疗，所以这一个月是很忙的，然后还要做很多功课，这个乳癌是什么啦、嗯、有什么治疗方法啦，然后很多朋友很关心你，给了你很多资讯啊，建议你吃这个用那个去看这个医生看那个医生，所以很多资讯你要消化都很忙、嗯、每天都很忙，一直到进院呢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啊，我真的是可以放松了，我真的闲了，不用管家里面的事情，孩子也安排好了、嗯、就我一个人，我真的是静下心来可以做治疗、嗯、然后手术过后呢也是这样，就我一个人呢、啊，专心养病就好了，不用做家务，不用做饭，不用烦孩子，就在那边呢、啊，就跟护士聊天、嗯，那个的。然后刚刚手术过后呢，第一餐呢，因为我们是订餐，跟一个有机店订餐，他就针对手术过后的病人，就觉得一般上他们都不会有很好的胃口，吃东西、嗯、所以他准备呢就一些流质的食物，全部东西都、嗯、做成流质状的，就喝就好，不用花太多气力去咀嚼，那、嗯、我吃了我觉得不饱，我第二天我就打电话跟那个有机店公司说、嗯、我说你可以给我一些固体食物吗、嗯、我说你之前那一餐我吃不饱、嗯、他就说哎，你讲话声音还很大哦，应该状况还不错，说还好我精神还可以就打电话去然后手术过后也是瓶瓶罐罐，你两边都有手术，它有那个两个罐子、哦嗯、给你导流那个废血啊什么，你要流进罐子、嗯、就上厕所其实不太方便，就两边拖着那个架子挂着那个罐子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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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上厕所的、嗯、也是这样。然后第三天呢他拆了那个导流那个罐子之后呢，我就问护士我可以自己冲凉吗，之前两天都是护士帮我冲的、嗯、就坐在那边护士，我就不习惯，然后他一拆掉那个管了之后我就自己问我可以自己洗澡吗，他说可以啊，你自己可以就 OK 啊，你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啊、嗯、你就自己去、嗯、很坚强，没有想这么多、哦嗯、
然后有书我就看啊，朋友送书给我就看，嗯，然后其中我看了一些有关这种癌症啊，那种癌友他们分享他们经验，就是看到有些癌友他就很悲观，尤其是年轻的年轻，因为他们就有听说35岁以前你患的话呢，嗯，那个癌症它癌细胞扩散的速度会很快，所以他们就会很担心，越年轻的患者他反而越担心。嗯，就我就刚好40，就我也完成了我这个生儿育女啊哺乳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嗯，所以切除，选择切除，我也觉得我在乳房功德圆满，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了，我也没再打算要孩子，也，嗯，我觉得已经他告一个段落，他就已经完成他的任务，功德圆满了。嗯，所以我倒是没有很大的遗憾。嗯，所以我可以理解，如果是年轻的女性朋友的话，如果她还没有结过婚，如果她还没有生育过，她心里面真的很纠结，会有很多的遗憾可能。嗯，所以对他们说那个打击相对我而言是，我可以理解是比较大的，比较难接受的。嗯，所以恐惧也特别多。嗯，心情也比较难平复，那个可以理解。嗯，可以理解的。嗯，那么好像有点沉重哦。哎，你已经静下来了，那我们哎嘿，幽燕，幽燕你有在OK。 嗯，来看一下有什么。嗯，yeah， 我的朋友说every year must go medical check up。 嗯， OK， Hello Hello杨杨杨杨细杨，嗨，你好。哎，嗯 ，OK。那你平时在康复这一段期间，我看你也知道做很多舞蹈啊。啊，这个其实我去学舞蹈是啊，康复过后，一年至少一年以后吧。嗯，因为我们切除了这个一侧的乳房哦，它会时间久了，它会有一点不平衡，就一边高低，肩膀会一边高低的。然后它长久下来，如果你没有去留意你这个姿势，你坐啊，站啊，就你的脊椎骨可能会弯，嗯，啊，因为长期一边高低嘛，所以它一边承受的压力，你看久了之后它会弯，就你脊椎不直的时候就很多问题就会冒出来，所以那时候也知道了，因为平时患病之前也不是运动型的人，也没有定期运动，在家里做家务是劳动，劳动有，是运动没有。嗯，劳动有，但是劳动跟运动是两回事啊。劳动是可能是操劳，可能会损害健康，对吧？这不是运动，所以锻炼肌肉这些没有。所以我很想去参加一些运动，所以就所有的伤口都好了。哦，觉得自己已经fit 了 ，go physically go fit 了，就可以体能上可以承受这些训练的时候，我就想要去。一开始想学气功，可是那个时间配合不到，就没去。然后后来就想起我小时候有这个梦想，要学芭蕾，就想可能我去，因为我也是考虑瑜伽啦，那种气功啊，还有其他的，可是时间都配合不到。然后刚巧就我中学的同学，他是开舞蹈学院的，就开芭蕾舞学院，他就说你来，我有成人班，这个芭蕾舞的成人班。哇哦！如果在我家附近又找不到成人班，嗯，就会想，虽然地点比较远，要开车1个小时去他那边上课，后来我就想，为了自己的健康，我还是要。还是要开始付诸行动。如果我去同学那边也很好，我又可以见到同学。嗯，我就好吧，就决定去吧。就一是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有机会去学一学芭蕾。然后第二呢，就是做保健，就当运动这么做。然后第三就可以见到朋友，也很好。就去了，就一个星期一次，就开车从我家去到芙蓉去上课。芙蓉啊。就我家开车去就1个小时，对对对，就对对，就开车1个小时去，1个小时回上课，1个小时就开车回来1个小时，啊，就这样子，运动。但是后来也证明说我的选择，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它真的是，对调整这个身体的姿势啊，这个真的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之前做家务有时候劳动啊，抱孩子什么的，腰痛啊，背痛啊，那学习了之后呢，经过这个训练之后，真的改善了很多，因为它是
调整你的姿势嘛，要站得很直，要怎么站，要重新学怎么走路，你脚板那个着力点平不平均，那力分布平不平均，全部都有学，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我要看你跳芭蕾舞的照片这个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所以有号码的一二三四。原来那个是在考试啊，是考试，考试那天拍的，对对。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混龄班，你看不是混龄班，我们考试的时候的组合。所以我们是成人班，所以最年轻的三十多岁，到我们同学也有六十岁的也有。六十岁还可以跳芭蕾舞，可以可以可以，我要而且我们这一批很难得，我们这个班上同学就是很认真的学习，我们不只是去学，我们还参加考试。所以我们考试那个范围是跟小朋友的是一样的。就小朋友考到芭蕾，我们考第二级第三都一样的，就很难得碰到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么认真的学习还要参加考试的，都要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对对对，但是有很多同学是抱着一种保健的心理来的，是老师介绍，因为他是跟老师做一些像那种 Pilates 啊那种保健的运动，就针对性比较强的。然后他复原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就会建议他你来参加这个舞蹈班，对他也会有帮助。然后那个磁场不一样，一对一的学习跟一群一个小班的学习是不一样，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能量不一样，磁场不一样。所以后来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发觉老师说的一点不错，真的那个能量那种 energy level 是不一样的，很开心，大家很有那个士气，很有朝气，很有精神，真的很好。一群人一起学习，对，很开心。有时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管你芭蕾有没有学成，这批朋友我们在一起，我们很开心。一起跳舞啊，都变成了好朋友。是很难得。那我看到你也是常常出席这一些公益活动啊。这个是因为我们患癌了之后啊，这个乳癌协会他们是有一些志工义工到医院里面去看望那个癌友的，特别是刚刚做了手术的一些病患，所以他们跟那个医生都有联系，然后医生会让他们来给这个刚刚做过手术的病人一些辅导，或者是跟他们聊聊天，然后他们会带了一些资料袋，有关乳癌的这些资讯，还有一些复健的那种小玩意儿，那种 softball 啦，然后就传达这个乳癌协会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还有协助给病患。像如果你需要做化疗之间，如果你知道会掉头发的话呢，你可以先去这个乳癌协会租借假发，因为买一顶也要花一点钱，而且可能你不知道去哪里买，因为以前网络还没这么发达，可能你不知道去哪买，所以你先借用一顶，因为做化疗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先去租用一顶帽子假发啊，假发啊，假发有的租借，有就乳癌协会可以租借假发的，你只要参加成为会员，你就可以免费租借他的假发，所以这个你就可以了。然后里面呢他有很多这种辅导啦，经验的分享啦，因为都是癌友嘛，都是走过这条路的人，所以跟他们咨询他们的意见，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分享经验，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什么想法你可以对他们说，然后你看他们现在已经康复了，其实你就是看到了希望，所以他们很活跃，他们可以打保龄球，可以划龙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动，所以你看到他们其实就看到了希望，因为他们走过这条路，你现在处在这个位置上呢，这条路他们已经走过，他们做过化疗，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还可以生活着那么精彩，所以跟他们聊了过后，你心里面会有能量有力量，这个家人呢不一样，因为你可能觉得说你不了解我的感受，可是走过这条路的人呢，他真的可以理解我们的感受，所以跟他们聊是不一样的。那你那个时候是如何面对自己脱发啊？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因为也听了很多故事，然后医生啊护士他跟你做这个化疗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这个药下了之后呢，大概三个星期你就会掉头，可能两个多星期，可能三个星期你就开始会掉头发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掉几根几根呢，后来就一撮一撮的下所以那开始的时候我都有准备了那个塑料袋，我起来看到枕头上面呢都很多，我就把它拿起来，走到哪里沙发上看到有掉头发，跟它拿起来，走到哪里看上
看到自己走到哪里都会掉头发就对了、嗯、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就是洗头的时候一抓，哇，一大把一大把的就下来了、哦、那时候只好没办法就去把它剃光、嗯、但是有准备，所以就已经租借好了假头发、嗯啊、就可以用啊，或者你可以选择绑头巾、嗯啊、然后我也去那个买那个马来人他们头巾下面那个针织那个帽、嗯啊、我也有，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可以换、嗯，所以在家里通常就是这样子比较凉快了，就没有带什么、嗯、出门嘛就看情况，有时候戴假发，有时候绑头巾，有时候就戴那个马来人那个针织的那个小帽子也可以、嗯嗯、也有。那你出席活动，你这个活动没带哦？出席活动这个是因为要做分享、嗯、这个还在做化疗期间，因为他这个活动就是乳癌的醒觉运动嘛，嗯啊，所以我有他们有给我拍摄了一个分享的那个视频、嗯、所以就在当场就做分享、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是绑着头巾去的、嗯、可是我去到那儿呢，就我们那个乳癌协会的主席他就鼓励我，他说拿掉吧，把头巾拿掉、嗯、就是踏出这一步、嗯、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嗯哦、你应该、哦，在场的人、哦、没有人会看不起你、嗯、没有人会以这个异样的眼光看你、嗯、所以大家都会鼓励你、嗯、都会给你打气加油的，你不用担心，你是就把它拿下来，所以我就、啊、鼓起勇气把它拿下来，所以有一张是拿下来之后就让我去化妆，帮我化妆、嗯啊、有一张是在化妆那个，就那张照片我是很喜欢的、嗯、我觉得它真的放上来拍出了我当时的心情，很忐忑、啊、很多很复杂的情绪在，又有一点怕又有一点担心、又好像不好意思，从来没有这样子光头、嗯、啊，这张照片这张在化妆、啊、对对对，就在化妆的时候、嗯、啊，我觉得那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复杂啊，就是有一点从来没试过这样光头见人、嗯、而且那时候也刚剃了不久啊，所以也觉得头顶好像很冷嗯、啊、就这样子啊，但是也是鼓起勇气了，因为果然在现场没有人，每个人都给你鼓励的话、嗯、就说啊，你很酷啊，你很帅啊，你很好看、嗯、你光头很好看啊，对，每个人都鼓励你加油啊，大家祝福你 啊、嗯、给你打气加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啊，原来这样子可以，没有人会以很奇怪的眼光看我、嗯、啊，就 OK 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嗯、我们的协会的主席他是说，你这个行动哦，你勇于就以最真实的面貌去外面见人的话、嗯、你给同样在经历治疗的这种癌友会是一种力量、嗯、所以他们看到你，他们想到、哎、其实我并不孤单、嗯哦、我出去外面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用担心人家怎么看我，当然最重要是你自己，如果你觉得不够自信这么做的话不勉强、嗯啊、但是主要就是说其实你在街上走来走去，你顶多看你一眼也就没人看你了啊，你还不是那么特别那么重要的，其实就是你自然的生活就好了，不要觉得全部人都在看你、嗯、其实没有，并不会全部人一直看着你、嗯、要接受自己，要就很自然的生活就好了、嗯、所以那天我们 说要邀请你上节目，就讲如何抗癌，但是我听到一句话是很 impressive， 也是很感动的，因为你说你不抗癌你是以癌共存。嗯，我觉得很难嘛，你把它完全杀掉的话、嗯、可能它哪里还有，我觉得杀完是比较困难的、嗯、如果一次治疗就能够把它杀完，就没有所谓复发不复发的问题，为什么还会复发，就是它应该还有存在里面、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相安无事吧，你在里面你就乖乖的睡啊，别来干扰我、嗯、你在里面冬眠、嗯、啊，你总之不要起来作怪就好了、嗯、啊，我们大家和平共处。但我在想，我自己就在想这个癌症哦，就是我自己也有责任，就长在我的身体，以前没有啊，嗯，但后来有，就是可能是我自己养出来的，但可能是吃出来的，也有可能，那可能是其他方面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可能你思想上走偏了，嗯，变成可能消极了，就让那种坏蛋啊，那种坏细胞啊，坏蛋啊、嗯，就有机会有机可乘出来作乱、嗯啊、你的好的那个 killer cell 不够力就倒了，被他打倒了，也有可能这个心情啊情绪啊都会有、啊、非常非常很重大影响。就是有一个医师啊，一个自然疗法医师，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其实这个
乳癌跟其他的癌症不太一样、乳癌是跟女人的情绪是有非常直接的关联、因为它是、受荷尔蒙影响、因为荷尔蒙又控制跟你情绪又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你情绪起起落落它会直接有影响。像我们那个乳房月经前后身体荷尔蒙的水平它有波动、所以你的乳房啊会觉得比较硬啊、还是怎么样，都是一种 signal，就它是一种好像 sensor 那种感应器，这样你的情绪有变化，荷尔蒙水平变化、它马上就会体现出来，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跟别的癌症不太一样的、这个是跟情绪直接关联、所以就除了是治疗你身体上的这种切除肿瘤啊、下药啊，去杀那种癌细胞啊、做化疗啊、电疗啊、放射性疗法，再用那个高能量把它再杀一次啊，然后另外一个治疗就是身心灵方面，你要去做建设、做建设、重新再来一次、所以这个建设呢，而且在我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资讯，还不单单是我自己，还要给孩子建立、从一开始就要跟孩子说，妈妈现在什么情况，妈妈生病了、这边、也长了不好的这个瘤，什么什么时候妈妈要进去医院做手术、然后做手术不在家这段期间呢，你去谁谁谁的家，去阿姨的家，阿姨照顾你、然后手术回来之后呢，也要一直跟他们预告，就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手术过后呢，妈妈手提不起来，不能抱你、所以就不能要求妈妈抱，可以坐来妈妈这边，可是我不能抱你，所以你就先让他沟通，让他有这个心理建设、他们让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妈妈不能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妈妈不能抱、然后呢过后呢两个月过后要开始做化疗，要给他心理建设、这个药物下去呢多久多久妈妈就会掉头发了，以后妈妈就会光头了、所以这个全程是我的孩子也陪着我一起走，就像那个平时剪头发、孩子也说妈妈这边还有头发，那边还有 OK 剪起来剪起来，然后到那一天洗头一直大量大量的脱落的时候，他们也在旁边，因为他看我洗了很久，洗了半小时还没洗出来，因为一直洗一直脱一直洗一直脱、对，然后他们也在那边看了很久，然后后来我就跑去理发店跟他剃了、所以孩子都要跟他，不然我怕他们会受到惊吓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怎么变光头？妈妈头发掉到好难看，因为你没剃的时候，它就是掉的这边一撮，那边一撮，就很难看。所以还好，先给孩子做了这种心理建设，所以他们也没有很慌张，他们就静静的在那边看看。那最大的几岁了？现在最大的就9岁，没当。那个时候他就1岁半吧、现在就9岁多了、就8年了，最小的那个、最小的、一岁、所以那个时候还是需要抱抱的、就跟他先说好、就是这样子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还好啦，感恩还孩子们都能够理解、他们有担心，可是他不敢说。像我刚刚做了手术之后，他们去医院看我的时候，其实老大很担心，他担心妈妈会死掉。老大是男的？女的。那个时候他6岁还7岁吧，7岁都还很小，7岁啊，1年级。他不敢说，他过了很多年过后他才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很怕，我怕妈妈会死掉、但是他没有说，他静静的他就没说、过了很多年他才说出来，说、其实我很怕，我很怕。但是也很感恩，他很懂事，他也没说、所以他也没影响弟弟妹妹，就大家静静的、这样子、这样子、都很乖、就是感恩啊，他很懂事，很懂事。那这一路走来有谁是你想要特别感谢的吗？主要就是家人吧，因为在治疗期间就是家人帮我看孩子嘛、然后我家里人呢是、大家会默默的支持你帮助你、我们没有那种、悲情的场面的，没有说啊、你哭我哭很难过，没有，我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主要 positive energy， 主要比较担心应该是我妈妈吧、我妈妈比较担心，毕竟女儿、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很
很严重的病，很严重的病，而且又要做手术。然后你知道，一听到 cancer 癌症的时候，大家都会吓一跳，就觉得啊，都已经觉得很严重了，然后要做这个手术，又两边一起，然后还有一连串做了手术，还要做化疗，化疗也是听了太多恐怖的故事了，会呕啦，会这个会那个，也很担心。但是也还好，那时候资讯给的充足吧，我想就通过学习，很清楚的让他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然后也一起去双管齐下。这个主流的个治疗室是跟西医的，这种切除啊、化疗、放疗是西式的，西医的是主流，但是我们同时也去看中医，中医那边呢，它就是辅助的调理，它调理，然后它就是尽量的把这种伤害，这种化疗啊，这种对身体的伤害减低，加强你身体抵抗力，就通过简单的食疗方面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就尽量的把伤害降低，然后尽量的把身体那种抵抗力建立起来，就双管齐下，两边都看，就去看中医的时候就是妈妈一起去的，所以妈妈也知道，就她医师会交代她你煮什么给她吃啦，你要炖什么汤给她喝啦，这样子你买什么东西给她吃，所以她也有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所以她就那时候我妈很用心，怕我体力不够，就给我炖那个肉汤。医生就教他怎么炖啊，怎么炖啊，就只喝汤，肉可以不吃，就每天给我炖一碗肉汤，几个小时就炖一碗肉汤，所以很感谢他。虽然他很担心啊，像刚才我那张我很喜欢的那个光头照，我自己觉得是挺漂亮，可能是我人生中其中一张最漂亮的照片。然后很多年后啊，比如说我在翻出来看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看的时候，用电脑翻出来看，在Facebook 上面开出来看的时候，我妈经过她就看，她说哎呀，这种苦难的日子都过去了，不要再看了。我那时候才发觉哦，对我妈来说，我治疗那一段日子啊，是一个算是一个苦难的日子。其实我在里面我不觉得很苦，像我做化疗的时候我没有很辛苦，我也没有真正的呕吐，我就是很想吐，可是没有东西，没有真正的呕吐，只是那个感觉，你刷牙的时候也觉得哎，好像里面有翻腾，要反胃那种感觉，恶心。有时候吃什么也觉得那个味道，闻到人家煎鱼啊煎炸那种味道，那种油的味道你也不喜欢，其实是没有胃口的，因为你的味蕾也尝不出东西，它那个药很强，几乎那个有些人他会嘴巴长凹色，像因为我们的中医师有建议，他说你要喝什么比较清凉解毒 的东西，你每天吃保护你口腔，它就不会有这个溃疡溃烂，所以我就很幸运没有溃烂，所以他就但是你刷牙的时候是很讨厌的，就刷好像要反胃对那个牙膏，他就那个动作啊，那个味道啊，你受到刺激他就不舒服，不舒服，所以就是好像觉得很恶心，可是它没有东西出来啊，就是那感觉不舒服，但基本上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不像看电影啊，看别人说讲的这么恐怖，但我自己还好，我觉得还好，还可以，你应该是很幸运的，我幸运，对对对，这个是肯定的。然后第二就是神经比较大条，然后我是很耐痛那种人，我生孩子都不喊的那种人，可以耐忍痛，很忍痛，对对对，那个像我妈优良基因，优良基因对对，我生孩子都我阵痛14个小时我都不喊的那种人，哇，你很能忍啊，我像我妈优良基因，要感谢我父母优良基因，很坚强的一个人，OK， 好了，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到了尾声。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想请慧芳姐呢，就跟观众朋友他们说一下关于女人应该爱自己这一个讯息。就是我觉得她。我今天就这个主题啊，针对这个主题，我就觉得爱自己哦，其实我们
很多人以为我们知道怎么爱自己，像你说，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啊，或者是偶尔宠一下自己，去外面旅旅行啊，或者是吃一些自己想吃的东西啊，去逛街啊，去 shopping 啊，就是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就叫爱自己。这个是都对啊，都对，但是它这个是比较看得到的，这个，但是在里面的东西呢，身心灵方面呢，我们做的可能还不够，又或者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爱自己。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你像如果你经历了这种掉头发，这个化疗不掉的不只是头发哦，眉毛、睫毛、身上所有的毛都会掉了。我觉得你掉头发我可以用假发，可是掉眉毛、掉睫毛这个就比较困难接受，真的我也不愿意照镜子，那个期间就看上去整张脸就是平平，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连眉毛睫毛都没有的， 那一段日子是比较煎熬的。当然你可以画啦，你可以学习，像我是不会化妆的人，我就好了，只好学习画眉毛，好了，只好学习怎么贴这个假睫毛，那还是可以做一点东西，但你要通过学习啊。像我刚刚拿到这个医药报告的时候，我看不懂啊，我就去学啊。所以每天都不断的在学习，什么是乳癌啊，去学，什么治疗方式你去学，要吃什么啊，你要学。所以还有思想上，他们说要有这个正能量，要正面啊，要积极，怎么样才算是正面积极？比如说通过我们说话，但也要学习。所以你不要用那种带负面的字眼，或者是开头就是我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那个都是负面的。直接就要什么，就像我们跟孩子讲话一样，孩子乱跑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不要跑，他还是跑。你要跟请慢慢走啊，你要学习这样 positive。你凡是开头用不要那种，就是属于比较负面的。然后心情方面也是，那个长期下来我们都处在一个这么负面的社会里面，每个人讲话都很多人讲很难听的话，可能自觉可能不自觉，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也受它影响，所以要学习怎么样去转变过来。我看了很多书之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说学习说谢谢，但这个谢谢呢，其实跟我们中文说我们要感恩感恩，但是在中文来说那个恩字对某些人说可能是太沉重，恩重如山嘛，所以我们一般上都会想到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不管是在什么样形式帮助，可能是钱，可能是各方面的，但是这个感恩的心哦，不单单是对帮助过我们的人，其实是天地万物，所有的人，你认识不认识，有交流没交流的人都要感恩。因为生病以后才知道，没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take things for granted。你会走路，你会吃饭，你可以睡觉，很平常的事情啊，每个人从小就会做，可是不是理所当然。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躺在病床上啊，第二天睡醒能睁开眼睛啊，感恩我还活着，我还能够睁开眼。如果你坐起来说啊，我还坐得起来，能下床走路说啊，我还能走路，太感恩了。就是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所以那个重点。不要把重点放在你失去了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我患乳癌，我切除了我的乳房，不要一直想着啊，我没有了乳房，我是一个不完整的女人，不要这样子看待自己，就你还是很好的，没有这个你还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心态上你要是一个完整，而且是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可能你说可能是更坚强，可能是更懂得感恩，更珍惜每一天的一个人，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全身上下，还有很多器官，还有很多手啊、脚啊、四肢都还正常运作的，功能都还很好的，所以要感恩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能走路的时候感恩我们的脚，手能动的时候感恩我们的双手、手指啊，头还很好，眼睛能眨，每一个器官我们都要感恩。这个是从书里面学的，他是说。哪一本书可以知道？我看的是那本《The Magic》哦，《The Magic》《The Magic》。对对，你说你要，你失去了健康，你要找回健康，你就要从这边感恩开始。你不要只是集中在你失去的东西，你要感恩你还有的东西，身上还有
布朗特的The Magic 啊 The Magic、啊、The Secret、okay. 还有一个 The Magic, Magic 还有一个 Power 对、嗯、所以他就教你感恩、okay. 你的手啊脚啊还好好的你就感恩他、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不照顾他某一天他可能他也失去他正常功能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所以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所以要感恩他还很好的时候你要感恩他谢谢我的手、谢谢我的脚谢谢我的眼睛、耳朵我的皮肤什么对每天睡醒你们要懂得感恩自己身体还可以动的细胞对对对所以是万 天地万物啊天下雨、你要感恩、太阳很漂亮的时候你要感恩、每天然后 他就有带出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开口是 complain 是埋怨的话这个感恩的心就不会出来、你要赶走这些负面的想法你要每天说谢谢、就每天谢谢人家就是感恩就很简单、就是去跟人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就学习把它养成习惯随时挂在嘴边谢谢谢谢谢谢、对那种、花啊草啊树木啊动物啊什么都可以谢谢、你要扔掉一双鞋子的时候也要谢谢它、陪伴你这么久完成任务功德圆满了谢谢你曾经为我服务看到才把它丢出去、你就把它养成这种习惯对世间万物你 都是一种感恩的心态、然后世界就会变得很美好、然后为了谢谢人家你会找人家的亮点、所以你就会说出很好听的话、开口你就会很好的话因为你要有这种醒觉因为如果我一 complain 我埋怨的话呢这个谢谢它就会跑掉了有你没我、you complain 我谢谢就不来了谢谢一出来这些负面的它就会闪一边所以这个要学我觉得谢谢那两个字它真的是 magic 最有魔法的那个字眼就是谢谢 所以就是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先改变、对自己感恩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就从这样子开始就可以然后再 扩大你身边的人然后再扩大到那种看起来没有生命的东西但其实他们也有生命比如一双鞋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为你服务过你就要感谢它在你就人生就会变得很美好所以这个癌患癌对我来说它就教会了我这些事情之后我就感觉好像我换了一双眼睛这样上帝好像给了我一双会发掘世界上美好东西的眼睛那样我就会去找人家亮点哪怕是在逆境当中你要想办法去找好的好的一面它总是有两面的正反光明或者阴暗面你自己选择你要选择去看那个阴暗的还是选择看光明的自己选择所以我选择要开心我选择要明亮的我选择要正面积极的所以就交给你了自己选择不会的话就去学习我们今天的收获很大肖老师真的是很有智慧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么多营养的这些正面的话语真的是也谢谢你愿意给我们Women TV 一个机会这样子的一个采访让我们的观众知道更多正面的讯息跟积极的鼓励我也要感谢你们啊我觉得我的经历也没什么没有很多高潮没有很多峰回路转啊柳暗花明的就是很平淡的但是平淡也是一种福气啦所以很感恩这个是跟一个人的心态很有关系的我觉得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正面积极开心的开朗的一个人但是你以后也会发现一个很开朗积极的人哦他肯定是经历过一些什么低潮啊对对他走过来之后其实是重生了然后重生之后呢你就会把握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赚到的我也是这种心态每一天都是赚到的因为你从那个鬼门关里面兜了一圈回来每一天都是赚到的刚才你说要谢谢很多东西过后我觉得我很多东西要谢谢对所以你就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去 complain 啊去埋怨人家看人家不好的干嘛看人家不好的你心情很不好看人家亮的每天你去买一包去打包一包什么食物也要跟人家好像朋友这样聊天 啊天气好 啊你今天怎么啊你这个很漂亮啊今天食物特别香啊什么你随便讲一句话让他开心何乐而不为呢然后你就变成好朋友了都走到哪里都有朋友其实你不认识他但是因为你先踏出了那一步你先释放了那种正面积极那种能量他感受到的你尊重我你愿意跟我做朋友然后你看到了我的努力也说哇你做得很辛苦、这份工作、一早就要出来卖什么卖什么
哇，就很多事情跟你聊，就变成你的朋友、所以世界又很美好，走到哪里都有朋友。还不认识的话呢，因为陌生人他就是还未认识的朋友，所以我们要踏出那一步，释放那种正能量。好有营养哦，我觉得你说话非常有营养。陌生人只是你还不认识的朋友。这个也是我学的、我也是在别处看来，不是我创的啊，就学习啊，学习。太有智慧了，今天说话良多。学习学习。非常好。那我要把你的金玉良言全部写下来。欢迎欢迎。OK。时间好短了、一下子就过去了。哇、哇，已经聊了超过一个小时了。哎呀，一个小时，可能我太多话了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很有营养哦，还是时间不够长。太叽喳了，讲了太多了。Florence Yu 你好 ，Florence Yu 说，我喜欢你讲话的方式，很温柔，频率很好。对哦，有同感。谢谢谢谢，我心花怒放啊，很中听这种，我喜欢听这样的话。吉祥就是要感恩万物，福报常伴。对对对对，真的哦。Ricky Du 他说，慧芳姐分享正能量就是很好的感恩呗。这么讲话很像中国腔的。然后 Patsy 讲感恩心态，学习正能量话语。OK。对，你有没有一个问题？翁修问，翁修问，你还在吗？你要老师回答这一你的问题哦。你放一朵玫瑰花可以吗？对，他问老师现在如何照顾饮食？哦，其实饮食我是很随缘的一个人，我觉得不要把饮食当成是一种负担。比如说你知道这个食物对你好，你不要太刻意说哇千山万水你就刻意找那个。或者你面前来的食物你觉得哎呀对我吃这个可能不好、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我觉得它是一种负担。所以我曾经不晓得在哪听过一个营养师说的，他就说吃对的食物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对的食物，请你用最好的心情去吃它。就是你等下又有智慧了，你要讲慢一点。就是如果是你吃你摆在你面前的食物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食物，你这个是对你对的食物就应该吃的食物，那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面前可能我们在外面用餐，这些食物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食物其实这样有一点渐渐杂杂，可能对我健康来说不是那么好，但是只有这个没别的选择的话呢，你就带着一种最好的心情去吃它。你吃的时候你相信它对你有营养，它就会有好的作用。就像你喝一杯水，像他们做过那个实验，你对他说好话，在水里面那种 molecule 结晶是很漂亮的。你讲不好的话，水里面分子变得不漂亮。所以是用最好的心情去吃它。这个也是我不晓得哪里听，我也忘了是哪一位营养师说。遇到不对的食物的时候呢，就用最好的心情。如果你要感恩这盘食物，你相信它会给你带来营养，你相信它会对你有帮助。那我们走去哪里也一样。像我们去政府医院看医生，我们也是不能指定看哪一位医生，但是不管他是实习医生也好，经验很足够的医生也好，我们都要带着一种感恩的心，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相信他能够对我的病情有起到改善的作用，能够医好我的病。对护士也一样，相信他们的专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帮到我们。这个我们自己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他。像英文里面我也学到一个字叫 empower， 当你信任他的时候呢，他的能量是不一样的。当你一直质疑他，你是实习医生你行吗？你有没有经验？你想他有这种能量去帮你吗？他的信心都被你打掉，可能他真的很紧张，还是一个新手，你这种质疑的眼光或者你说的话有一点不太尊敬他，那个不相信他，我想那个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你要先相信人家哦。像我听过一个故事，那个人病人躺在手术室被推进做手术的时候很糟糕，医生他看医生的脸色已经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希望，他就跟医生说，请你把我当一个活人来医，不要当我已经快要死的一个人来医，请你把我当一个活人来医，就是我还有希望呢，别把我当成这种哎呀
没有希望，这个人医生看你的眼神都是这样，你还帮你吗？不能。嗯，所以我们自己先做自己那一步，先踏出去。所以吃东西也一样啊，不管它是什么，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恩这个食物，相信它给你带来营养，相信它能够给你填饱肚子，给你能量，就这样子就好了。NHE 还在吗？ NHE 说 I like her smile。 因为哦，这个另外一个最真实，一个就是我已经养成笑习惯，另外一个为什么养成这样的习惯呢？因为年纪大了，已经下垂，所以我就通过笑我才能把这个肌肉推上去，看不到我下垂，所以一直保持笑容。哦，原来笑有这个功能。因为我也听人家说笑容是最好的化妆品，所以保持笑容，你就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下垂的地方，然后法令纹把它推上去，推上去。哦，你的每一句话都句句经典，笑容是最好的化妆品，化妆品太棒了。Fiona Lee Lai Wun 她说，感恩我还活着，让我想起因为肺结核住在医院的那段日子。祝福你哦， Fiona， 祝福你哦，要相信自己能够好起来啊。很多人都说你的能量很好啊，你说话很温柔啊，很好，就是你有一句称赞我的，你看。对，你要感谢 Annie， 因为他把这个所有他说话的时间都让给我了，让我自由发挥，一直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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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这个信念就是我不是那种特别爱漂亮的女人啊，我比较懒，我没有去打扮。但是呢，我在生病的时候呢，我有对自己说，我要生病，我也要病得很好看。我要做一个好看的病人，所以我哪怕光头我要光头的好看。所以呢，然后另外一个我学习到的就是，当你在恐惧的时候，像我面对癌症，通常人家最恐惧就是什么时候会死。对死亡每个人都会很恐惧，尤其是你知道了三个月之后就会发生，你会更怕。所以我学习到就是要怎么样给我自己找到勇气，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恐惧，对死亡啊，就这种未来未知的这种恐惧，就是一是通过学习，你可以把注意力分散，你在学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了，你就学看书啊，或者跟人家交流啊，这个是一个方把你的注意力转移。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又是靠笑容，又是靠笑容，又是靠笑容。因为为什么呢？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就傻笑，你很无奈的时候你可以苦笑。当你心情不好又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时候，你就强颜欢笑。对，就是笑也有三种艺术。你遇到很自己出洋相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看到你很不好的一面的时候，你就傻笑啊，什么都好，就是笑。你笑，人家就会觉得情况不是很糟糕。他情况应该不很糟糕，所以你生病的时候你很痛苦，你说话的时候很不舒服，但是你对你的家人笑，家人他会没有那么担心，他就还会笑，应该还不那么严重，应该 OK 的，还笑得出来 OK。就这样子啊，我觉得不只是给自己，你身边的人比你更需要勇气。哪怕是来到真的生命进入倒数阶段了，生病的人的两脚一伸就走了啊，就没有了，你痛了一下子，怕那一阵子你就完了，可是留下来活着的人呢，他们比你更需要勇气。所以我希望啊，就是以后当我不管在还是不在，当人家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当他想起我这个人的时候，我希望人家想起的是我一张笑脸，我就觉得只要这样我就已经功德圆满了。太有智慧了，我很喜欢跟他聊天。我们要让他飙走加州。下一次再来、哦、再多做一个话题，多一个主题让我来。对，刚刚那个主题我蛮喜欢的。哪一个主题？刚刚你问的那个，我们不要告诉观众哦。行，刚刚还没开播，在我们聊的那个，我觉得蛮特别的。要看那男性怎么想。就看 Annie 啦，下一次什么时候来，看要不要让我来。一定要让你来。好，来，还在吗？你们 ，OK？ 谢谢你们今晚上陪我们到10:30。也谢谢慧芳老师，所以你们要记得笑慧芳这个名字。想起我笑脸了吗？想起了笑脸。当然也得分享了，就是抗地心引力，把它拖上去。
有这个功能，那个皱纹啊，对对对，这边下垂的地方哦，只有通过笑才把它，不用做手术的，就可以了。OK， 好，非常谢谢慧芳老师今天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听我喳喳喳讲了这么久。OK， 也感谢 Central Studio 赞助我的造型，那么大家记得继续关注 Women TV， Women TV 呢未来会讲更多的节目带给大家，我是你的主持人 Annie， 谢谢今晚你的陪伴，谢谢，拜拜，晚安。